来请您欣赏相声《结巴论》，李九重、李九江。上来，我的天，我这是我的专场吗？第二次遇见这么尴尬的事情。刚才第一场的时候观众喊退票，第二场主持人居然都没报我们名字，这主持人可能也觉得退票了该。我的天，要不咱们自己报一下节目吧。好难过，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。哎呀，真逗啊！我发现每次演出啊，都能遇到这种意外。我真是，我现在意外，我觉得慢慢的，我现在心脏搭桥都快干碎了。您这心脏太脆弱了。啊，也没关系吧，反正往往这些事儿啊，给大伙儿呢添点乐趣。对，我们演员呢也是添点事故。对于我们来说，意外就是常态。对，而且以后啊，都能在自己的阅历上写着，王爷有一天上台，主持人报错了。哎呀，那逗哏的也说错了，李九重、李九江，他就没说咱俩。对，介绍一下，我叫张鹤伦。他不报名，我自己报还不行吗？大家好，我是郎鹤炎。是，我知道你们喜欢他，对不对？我知道，老话也说了，不喜欢没关系，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，心态好，对不对？强扭的瓜不甜。但是我今天想蘸酱吃，还是没离开烤串。不喜欢我没关系，也罢。哎，你叫我干嘛？我歇死你，一个措手不及他就找我，你看看，你懂得文言吗？懂得吗？刚才白给你普及了知乎者也了是吗？普及了，尔等知道个屁。我现在就想给你把你脖子薅出来，你别老在壳里待着了。来，说什么什么壳？我扶着你呼吸一下上面的空气，让你尝尝1米7以上呢。还上边的空气呢？你呼吸的好，你不就是想闻姚明的屁吗？你看，你这个头也到姚明的大胯。我不跟他走太近，对不对？这是当下最红的演员。真的，当下最红的演员。这也是红在当下的演员啊。还是淡蓝色的。咱俩。你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儿子打爹天打雷劈的。不是，你是不是没挨过打呀？哎，你说对了，是不是没挨过打？没挨过打。没挨过。你给我拉倒吧。怎么着？当年你妈打过你两回都没打掉。你这包袱挺好的，下回别用了啊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别胡说八道了啊！别互相攻击了。这不是你先挑唆的吗？咱俩在台上来说老这么相爱相杀的，我觉得不太好。咱俩哪有相爱啊？你快。不是，咱俩合作多少年了？13。对，十。你能不能看我一眼呀？自己都不看，很自信啊。这不是十吗？是三，我那意思。啊，行，你说什么都行，对不对？谁让我是个捧哏的呢？13年了。对对对。哎，说良心话啊。叹气了。为什么呀？很感慨啊。我当年啊，在一块儿来说什么都不是。我彷徨的时候，人在我身边陪我；我可别怎么无助的时候，人在身边陪我；生病的时候，人在我身边照顾。应该的。完，只要他在我身边，我没好过。对。你去找霍金去，你找乔布斯，啊？我怀疑是你方的我。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遇见你之后怎么样？哎，拨开云雾，还是阴天。还压根儿就在圈里呢，不一样。咱俩来说吧，合作10多年了。对，你从青春年少，对不对？到现在的人老珠黄，都不再年轻了。你现在多大岁数了？我不瞒各位，我42了。42岁了。哎，跟大伙说说，有什么长寿的秘诀吗？我长寿的秘诀就是给儿子捧哏啊。又来。我早晚有一天我摔死你。你摔死我，你就是孤儿了。
你们家有一米七以上的基因吗？你回家看看户口本吧，多少沾点了霍比特人的血统。我们家户口本上就是男道德悬，不对知音不可谈。看看这族谱，族谱这是伤情最是晚凉天，巧嘴斯人不堪怜。网上这祖宗牌，道德三皇五帝，你管着管不着啊你？你们家我觉得多少少少跟那个武大郎沾点心情。没有，不可能，没有，真没有。你是祖上没有卖炊饼的？回忆，大郎该喝药了。还真没有，不可能。他姓武。哎呀，反正来说吧，岁数不小了，42了嘛，42岁了啊、哎。今年也是本命年，兔子年，是吧？兔年，兔子年吗？兔子年呢？正好是你，还得兔子年。哎呀，兔子年了。人说男人啊，一旦过了40啊，就像蒲公英一样，漂泊不定。不对，一阵风说秃就秃了。今年是我本命年啊，对不对？没完了，岁数不小了，哎，对，还呢在舞台上活跃着，说相声啊。因为我师父来说，岁数也不小了，那可不嘛，对不对？人都是中年演员了，对，这都算中年演员了吧？我还谈不上。土埋到脖子的演员，终了的终是吗？中年吗？谁土埋的脖子呀？那怎么？人说自己，人家我70-80了，我这土埋半截了，顶多埋半截到我这儿埋脖子。你土埋半截，对不对？你看看。哎，你再往远点，哎，对，好。啊，你再离远点啊，再离远点，对，哎，好极了。那土埋到桃的演员。咱们单位就一个桃，你还把它埋起来了。哎呀，不是影射我师父啊，我师父永远活在我心那个、啊、你活跃在舞台上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这搭桥都快碎了。祝福我师父，人家在天愿做比翼鸟。你就千万别大喘气，真的、啊、人家向人家学习，对，向人家致敬，好好说相声。站在这儿你不得谢谢师父啊？这得感谢。当然还有后台的全体师娘，对对，没那么多，对，还有前台、哪儿的后台前台得感谢人家吧，后台的师兄弟和其他老师。希望你啊把相声这个发扬光大，别让这门艺术就毁在了你手里。不是，你先等会儿，咱俩不一块儿吗？干嘛希望我发扬？谁呀、啊？咱俩一块儿努力呀、啊！对，咱俩别较劲了。嗯，先说良心话，就是咱俩一块儿努力。我明白你的意思。我努不了了。说相声，兄弟，基本上这行业对我来说，我感觉算废了。不是，你这不挺好的吗？完了，现在我基本上干不下去。怎么了？咱说相声。你现在你也看我，这两天你能看着我，现在都混迹别的圈了。您混别的圈不得饿死啊？你看，狗眼看人低。你瞧，你老说我这个，就你这态度，上哪儿能混进去？你说相声，只是我表面的一个身份，大伙儿可能还不太了解。烤串，烤你烤个屁！烤串，就只有烤串你，我一千都怼死你！我，那还是烤串啊？你干嘛拿签子呀？不是。不是烤串，不是保安，保什么安？保什么？他定棍一下。保安那是保卫一方平安。哦，美团是吧？游走在各个高校，一边烤串一边当保安。肤浅。你以后别叫张鹤伦了，你就叫肤浅就完了。能是那个吗？啊，那都是你们知道的人嘛、哦，都得有点过往，哦、但是。如果你们真说在江湖上打听打听，什么？江湖上打听打听，江湖跟您有什么关系？我的天哪！他怎么还带着哨啊？这是，那还是保安呢？那是，赫赫有名。您呐，江湖中人。哦，那您混迹于江湖。对了，您怎么称呼啊？怎么称呼啊？我的父亲希望我除暴安良，利国利民。哦。所以给我起个名字叫张除暴。你爸爸说相声的吧？你爸利国利民，除暴安良，张除暴。对了，怎么了？愿意？哦，除暴安良或利国利民吗？你这怎么老想？所以起了这个名字，张除暴。哎，他你也别问，英雄不问出处，对不对？流氓不问岁数。我也没问你多大呀。
我也不告诉你啊，你只是告诉你一声，混迹于江湖，江湖中人，那些江湖人你打听打听，江湖了解什么叫江湖吗？江湖这我知道啊，什么呀？血雨腥风，你争我夺。江湖不是打打杀杀，江湖是微博吃瓜。您江湖，您这行吗？哎呦，别看他们胸肌鼓鼓，不一定会武；别看我胸肌平平，不一定不行。我不知道您胸肌平不平，反正我感觉您不行。刚才您不是说您都废了吗？就这手啊，这是烤串的手啊。二两骨三两肉，半钱老茧做包浆，让你欲罢不能。二两骨三两肉，那不就是骨肉相连吗？那是就这人打小人都说我是个练武的奇才，我就要生在古代也是个武林盟主。什么叫东邪西毒南帝北丐，在我面前全是小趴菜。说说这不是跟人喝去了吗？小趴菜真的全打张三丰，脚踢黄飞鸿，哎呦，不让张无忌气死李小龙。一说这个他就来劲，这是。我看你比我来劲。不是来不来劲，您这混迹于江湖就耍嘴皮子。什么叫耍嘴皮子呀？啊、不了解了吧？不了解。著名的就叫张厨暴，到哪儿都我张厨暴。不是，都怪我侠客，行侠仗义。侠客。对啊，不分很多。啊、比方说吧，啊，练刀的，刀客。哦，练刀就是刀客。对，哦、练刀的刀客、嗯。练剑的，剑人。剑客。哦，你还剑客。嗯、我。那你还行啊。我不是，我不是。啊、哦，不是，那是红尘非净土，各有各的苦，知道？都是红尘是非客，是客咱们都得接。我。那您还是那剑客啊？不是。您是接客。你是 loser。我是船长，我这个我卢斯杰克，不是那个，那剑客耍剑的，哦，舞剑的，哎，剑客，枪客，这名字啊，还有那个练力气的，练力气，就耐力那个，力克，不是耐克，合着您老穿身上，对，耐克，还有那个暗器，气客，你分什么？比如说钉子。丁克，丁克，哦，这我知道，这有丁克，他爸他妈就是丁克。你爸你妈不生育，你爸你妈丁克，你烤串的，你烤串的，你叫串客。跟串客有什么关系？因为你爸你妈是丁克啊，所以你就串客。我怼死你信吗？我扎死你！哎呀，好疼！你看多无聊啊！谁无聊啊？他聊的是这个，就是那你爸是天下第一背个嫖，你爸是嫖客。他说这就没意思了，你看他老说我。哎，你爸背嫖到哪儿来了？合着我爸也得有一壳，您瞧、啊。你妈在这嗨是客都、啊、成了。没完了是不是？那你非得说我？这得了不说你。那么我跟你说，我是一个刀侠客。刀侠客，侠客，侠客。对你跟我说话注意点，怎么呢？我的剑从不轻。你不是刀吗、嗯？你到底是什么？你是一傻客。刀剑笑，你管着吗？刀剑笑，刀剑。我们一看就笑。那我的剑从不轻易出鞘。那要出鞘了呢？出鞘就很难插回去。那个还是一瞎子。你再说一遍。我说您是个瞎子，你给我再说一遍，我干嘛再说一遍呢？因为我耳朵也不好。好，您这样就别除暴安良去了。您说您看不见，您还聋子，您还瞎，你是龙虾客吧？须臾老师，蒜蓉大师，龙虾串客。我今天非得弄两头蒜，我辣死你是不是？您最好再给我煮点面。谁龙虾的？谁须臾啊？这不是您说吗？剑回不了鞘，还听不见。我跟你说，我生气了，我剑出剑就得见血。是拉自己吗？你看，这要在古代，在过去啊，现在是法治社会了，我不轻易出手了。在过去，我叭一下就怼死了。你自己叭一下就怼死了。那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就把你怼死了，知道吗？你长得跟煤气罐成精似的。
不是，在古代我拿一个打火机你砰你就爆了，你最好拿一签子把我烤了。你这会什么呀？您这还会江湖多了啊，多了，打死你还会什么吗？那您得会点东西吧，就说那些东西没有用，我们也不了解你。点穴行吗？点穴点穴，您真会点穴。哇家伙的，我这功夫不是一天两天练的，知道吗？三天。我跟你说，大伙儿可能不太了解我啊。我的父母是丁克，不是丁克，我的父母我是串克。你让我说行吗？啊，行，你说。我是契丹人。你是不能契丹音，没有串克契丹。我的父母被六大门派追杀，在光明顶，你知道吗？这事儿，后来给我追到绝情谷底。我跳去了，一个猛子我进去了。后来18年后，我骑着我的雕上来的，带着我的七个娘们儿，我练会了《葵花宝典》，隐居山林。你看什么你啊？我说你先等会儿，我拦您清谈。这个张楚豹大侠，真正有实力的侠客，知道吗？什么叫看客啊？是打死你。他就老耍嘴皮子，我怼死你，信不信？哪儿的事儿去了？我给你，我给来个啊！当年我创那个太极拳，那不张三丰吗？左右互搏术，周伯通啊，降龙十八掌，那洪七公，截拳道，李小龙，吴英角，黄飞鸿，那个健美操，刘畊宏啊。一个字绝。哎呀，可以呀、啊，小胖子。人鱼线马甲线，我想要。这您半天您还是看个儿啊？我非得来点的，是不是？你来点什么？你来这谁不会啊？这个。哎，真的露点能耐吗？你露点能耐，我们看看。点穴行吗？又来点穴。点穴行吗？啊，点穴。过去失传已久的点穴，大伙儿只在电视剧当中感受过。是是，对不对？您来了，我们看看。今天啊，我们算来着了。小胖子，离我远点。怎么的？伤着你？哦，怎么你也给我练葵花宝典吗？点穴。哦，点穴。今天要靠不点死你。我操！啥什么的，啥什么的。您这点穴跟辣白菜一块学的？管着吗？运气呢？老师，你这点穴是不是都没实战过呀？谁说的？您点穴，您干嘛这么半天呀？得运气呀、啊！运气啊！人家跟你打，人家跟你搏斗，就静静的等着你，你等着我，我先点穴。我准备着了，我要告诉你，看看这个看客能不能点着我。是他有病还是你有病啊？哦，你确实有病。我非得点死你是吗？你快点死我吧。好了，眼睛明穴，按太阳穴轮刮眼眶，挤按四白穴，揉按四白穴，第四节风池穴。老师，你的点穴就是自己的眼保健操是吗？我先活跃一下我的眼睛。你活跃什么呀？阿点，有毛病吗？这不他那剑都不能够入鞘，他还是点完了，就这么出手于无形，哪儿就点完了？你就这点上了，没感觉到吗？还不解开？解开？你真跟有病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废话，我就完全为了配合你，捉穿你。我还没运好气的，人家你赶紧运气吧，你再不运气，那边我应该点你哑穴，你知道吧？哑穴，点你笑穴，点你尿穴。你点我尿穴，那是肾结石犯了，那是。啊，你还有笑穴？你已经点了我们20分钟笑穴了，无形之中啊，1700多人的笑穴。我的个天！我点穴子，他这没有搅和的，人家运气的，他老谁等着你点呀？就您运半天气，都跨年了，谁等你呀？笑穴，不许什么？不许咳嗽。哦，你对你的敌人也这么说吗？不许咳嗽。
我不点了。人家求你呢，是怎么着？我不点了，行吗？你压根儿你也不会什么呀？你不配拥有我这两个手指头。那你自己留着自己拥有，啊？你个看客，你这。我今天非得打死你是吗？你这还老说这个，这句话成了他冠名词了。两分钟我就非得打死你，三分钟我就非得打死你。我今天要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！我今天要不跟你薅的一根毛都不剩，算我白说。哎，你薅出一根来算你能耐。我找找。你找什么？你跟你的敌人？我找找。怎么了？你钱包落人那儿了？好啊，来点真能耐行吗？来点什么啊？我先听听，然后再听算不算能耐。哎呀，其实我不爱展示，无非都是一些花拳绣腿，没必要展示。什么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花拳绣腿而已。粗俗，肤浅，花拳绣腿。对了啊，那武林当中那是有拳路、套路、腿法、脚法的，那不是简简单单的。啊，你知道了？干嘛？你是要抻面吗？哎呦喂！啊，花拳真要活动活动。我跟你说啊，都不爱来那个。怎么不爱来、啊？我们在一块儿啊，都不爱比划呢。谁比划那个都觉得那都基本功，就相当于你们说相声贯口一样。这我们有基本功，您有基本功吗？这花，那各种拳术啊，那太普遍了。您会什么拳术啊？会的多了。您说说我听听。你要不想说行吗？不行。我现在特别期待你弄死我。会的拳太多了啊，比方说大红拳、小红拳、大成拳、密宗拳、内家拳、外家拳、阴家拳、阳家拳、火家拳、赵家拳、蔡家拳、墨家拳、朝阳拳、保健拳、开山拳、靠山拳、功力拳、金刚拳、崩魔拳、子母拳、白眉拳、脱口拳、使门拳、地躺拳、太子剑拳，有空手、硬手、行手拳、形意、心意、如意拳、劈拳、挂拳、别拳、跳拳、弹拳、快拳、崩拳、暂拳、长拳、短拳、横拳、断拳、南拳、泰拳、软拳、花拳、劈挂手拳、自然拳、阴阳太极拳、武当太乙、五行拳。好。真没想到，随便拿一拳就能怼死你、哎！又来了这句，您会的还真多，您挨个怼怼我，快点怼怼我！今天怼不了，今儿怎么怼不了啊？就我这袋儿开了，他这，你别你什么袋儿开了？这个你这儿什么袋儿？背带秋裤，背带秋裤，就是为了怕开裆，所以都背到这儿了，是吧？怎么了？当年出了舞台事故之后，我严谨一点。哦，严谨一点。对了，练不了，练不了。所以说人是花拳。哎呀，这不今天练不了，改天不行吗？哪天死还着急吗？我不着急。哪天我给你选个黄道吉日的。行，我现在马上就要笑死了，对对，你知道吗？那是刚才我点了你的笑穴。你拉倒吧，那你就花拳来不来？秀腿呢？秀腿。花拳秀腿也来不了，对吧？因为他腰间盘突出，股骨头快死，最要紧的他练过葵花宝典，他今天不方便。非得一脚踹死你才开心是吧？快来吧，等不了了，等不了了，要不然我会被笑死的。好嘞，这个小秃子哈、啊，我压根儿就没名号。今天我要不露一手，你也不知道二嫂子是个娘们儿哈。看来他这个手术很成功。来、啊，还要提一提裤子吗？来啊！啊，演示一下自己，各位上演啊，我们看看他的秀腿，双飞燕。什么过程？是您的是吧？我拿过来。我倒要看看你有几只鞋，啊！还我，还我，还我！给你。什么爱好？哎，秀。干嘛呀？这就是刚才您的秀腿，是吗？别着急。哦，我们还不着急。我说他为什么提裤子呢？他怕刚才甩出去。又来一遍呢？我们都快进，又再来看。我把大褂系起。别脱了，他都练那功夫了，有什么可看的那个？你要看哪儿，大哥？喊得那么欢、啊？我们哪儿也不看。
就加钱看他二嫂子是不是娘们儿，是吧？别闹啊！嗯，今天不方便。白也不出台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不走出舞台，好好说话啊！你以为你能不能快点儿？你比那点穴时间还长呢。他们以为有几个臭钱就为所欲为吗？你错了，有钱你能得到我的人吗？你也，那你也未必得到我的心。不信你可以试试，我很好得的。这就是您平时闯迹江湖的绝技啊！南帝北丐，您这跟这丐帮是个鼻祖是吧？我跟他们沟通沟通。哦，哎呦我的个天哪！您看见什么了？您就好啊，也是确实什么都没看见。您不要紧吧？啊，就做个活动，哎呦，没有一个标准的。好多年没看耍猴的了。哎，不是，您等会儿，怎么了？你这干嘛呢？秀腿啊！